龙骨公的这个爆炸伤害，我真的是爱了爱了，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无限射击的火箭筒呀！等等，我打二龙回来了，娟娟，你那个新龙展台做了放哪儿了呀？那个没什么用，我刷了过后，它刚刚反而少了，气死我了。那我这个新龙展台又去哪儿了嘞？你找一找嘛，我放到箱子里面的。这我翻了半天也没看见啊。哦，在我身上，大猫。我就说我翻了半天没有。我再去小区那边薅两个，一个刷不了，多来两个。一个才能刷，多个的话刷卡 bug。现在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小心，大猫子，等下把你的刷没了。我刚刚本来有20多个白杨木的，结果刷了过后只剩一个了，气死我了。它不是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铺的是半砖，它会掉下去。就叫你别铺半砖，你不信？哼！为了节约材料嘛。个废猫，那我在这里刷一刷吧。哎，我上来找你了。哎，还要拿点丝线。啊，没有丝线，谁有丝线啊？家里面不是有吗？我看到。没有。你杀几个野人猎手不就有了？啊。家里面有丝线的，我之前都看到的。我身上有两根，来给你吧。嗯，来，新的展台放出来呀。呀，你这么多。你咋这么多的？你看嘛，大猫猫，这里你看，它还是漂浮在半空中的。让我来。好，你试一下嘛。我给它重新摆一个方位。耶、yeah! ！你行不行啊，细猫？哎，不要着急，我先刷我的龙骨。嗯，我怕你等一下刷没了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？可能他是房主，有房源 bug。但是要多来几次，一次不一定成功。虚空之夜了，蝴蝶都变了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那应该是房源 bug， 我都不行哎。那不是之前小区他都能刷吗？那我人品不行，行了吧？嗯，对。你想要刷什么呀？来这个，起码刷个两三组。好的，给我吧。他没有子，你在这里刷，我去下面建，然后把这个材料给你。啊。Later， 哎，给你刷好了。啊，大猫猫好厉害哟！那给你了，你就自己弄。我来把我的龙骨弓给它做上。我很喜欢这个龙骨弓的爆炸效果。来，我们先做两个，做好了过后再来给它附个膜。想要无限射击的话，就是这个高级攻击符文字，再加上龙骨就有无限射击了。它本身是带了爆炸伤害的。一个无限射击，再加一个点燃，漂漂亮亮的龙骨弓箭做好了。本来没打算给妮妮的，但是我们刚刚复制东西的时候又顺便多复制了一把，给娟娟妮妮一人一把，等会儿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。 Later， 哎，娟娟，给你个好东西。好，哪儿嘞？你没看我在整理箱子吗？我快累死了。打龙骨弓无限射击吗？对。我可以打这个这些人吗？打他！打了你！那妮妮要不要？要啊！来，你可以试射一下，我给你表演一下啊！打这个野人。哦，一下就嗝屁了。太弱了。再给你表演一下。没事，我来杀。哇，那个怒你也可以。为什么我这个伤害要慢这么多呢？打半天才死啊。你这个我给你讲一下，你不要打到那个人，那个怪物，你要打怪物旁边，然后房子都炸了是吧？对。我你真是个好人。必须的噻。 Nice。